儿子，给你吃大份的，儿媳妇你就吃小份的。可拉倒吧，你拿我当猪呢？吃那么多。儿子，这里有惊喜。有惊喜？那我就把惊喜给吃了。下回有没有惊喜啊？哎，你真是没救了。你别笑。嗯，有鸡蛋，我就觉得你们娘俩合计伙来坑我吗？太好，我有先见之明。你确定不吃我这大份的吗？有鸡蛋谁吃你那个呀？哟，还有一个，我得回没上你俩当今天。哟，又一个，今天我是赚大发吗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小份里怎么有那么多鸡蛋？原来是这样啊，一会有你哭的时候。今天就是我翻身的一天。啊，真香，哎呀。少吃点吧，我还没吃呢。啥好吃的不得先紧着我吃吗？我该你的呀。姐妹们，这个辣酱真的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啊？所有姐妹都说好吃，平时用它拌个米饭呢，拌个面条，吃个包子呀、饺子呀，肉类当蘸酱，炒个菜夹个馍，不仅好吃还下饭。它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热成，吃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在厂家搞活动，19.9到手整整一小箱10罐，还送咱们两个小盖子，吃完的盖子特别方便，在这基础上再加10包香辣酱。趁着活动还在，小家人们抓紧去拍吧。吃饱了？你吃饱了，我要开始吃了。你快吃呗。有人多红烧肉啊，这不是给我的吗？啥玩意是给你的？这是给我的。我吃，这是给我的。我吃。你咋吃红烧肉？